安，我是急诊室值班护理师。现在我们医院收到一位疑似中风的47岁男性患者，请你立即使用 RP Vita 机器人进行远端会诊。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罹患脑中风，每一年台湾约有33000人罹患中风，其中约有17000人因此终身残废。一旦发现中风症状，一定要把握在黄金3小时内送医治疗，才有机会注射血栓溶解剂，将阻塞的血管打通。李医师你好，我是正兴医院神经内科尹巨浩医师，你可以说明一下病人的情况吗？好，尹医师午安。那我现在手上有一位是7岁的患者陈先生，那根据病历，患者长期有服用降血压的药物已经10年了。那上个月有因为肺炎那有住院的状况，陈先生约3点多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出现说话模糊不清以及右侧偏瘫的状况，但是意识是清醒的。那 CT 出来大脑没有出血的状况，那血压是175/100。陈先生你好，我是神经内科尹巨浩医师，我现在会透过眼距机器人来帮您做检查，包含问你几个问题，并且呢请你做几个动作。陈先生请你给我一个微笑，好像我这样，很好。陈先生请你将左手举成45度，举成45度哦。对，好，我们数一下，1、2、3、4、5、6、7、8、9、10，好，很好，好，请你把手放下。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你的右手，你能不能把你的右手举高，抬起来看看？哦，好，很好。RP Vita 机器人就像是医师的分身，帮助神经内科医师跨越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远端评估中风患者的生命征象、中风量表以及电脑断层扫描影像，使急诊医师做出最佳的处置。RP Vita 远端清零科技让医师能够随时随地的提供专业医疗，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麻烦王医师您接电话。根据临床的症状、病人病史、 NIHS 分数跟 CT 的结果，病人应该符合资格马上施打 TPA。 我会向病人解释，但麻烦您在我解释完后再次向他与家属确认并取得同意书，我才能施打 TPA。 好，谢谢，拜拜。先生你不用担心，还好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那根据刚刚你的检查的结果呢，你是可以施打一种叫做 RTPA 的血栓溶解剂，那它能够打通你脑部呢阻塞的血管，那能够提升你康复的机会。我相信眼距医疗机器人将是改变急性脑中风处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技术，让我们专科医师的专业诊断能够穿过空间跟时间的限制，那透过眼距医疗机器人来协助急诊室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做最正确的诊断，提升 TBA 的施打率，也可以提升我们脑中风病人康复的机会，也让我们的社会的成本跟医疗的成本都能够降低。